避风塘做法的帝王蟹你们吃过吗？蟹肉上面全都是那个蒜蓉和面包糠，哇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冰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曼星馆，听说他们家主厨又研究了一道新菜，叫什么避风塘做法的帝王蟹，这个听起来就很好吃，我们一起去尝尝什么味道。走着，欢迎光临曼星馆。你好，你好。抱歉，一个好了，请进。哎，好。先生你好，你看今天吃点什么菜呢？你家出了一个什么避风塘做法的帝王蟹是的，来份这个，然后再帮我配两个就是大肥肉菜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您，稍等。好，避风塘做法的帝王蟹听起来就很香。先生你好，你好，这是我们的新菜纸城小青龙。纸城小青龙，对。什么是纸城？纸城就是上面那个小颗粒状的，然后也是水果之王，吃到嘴里面有一种爆浆的感觉，你可以尝试一下。水果之王不是榴莲吗？算了，总之装作很懂的样子就对了。这样，好，谢谢。好，不客气，谢谢慢用。哎，好好。哇，纸城小青龙，它上面这个是什么酱？啊，咬在嘴里面跟那个鱼子酱的感觉差不多，但是它比鱼子酱那个更嘎嘣脆，酸酸的。这个东西，你把它扒下来，哇塞，看一整块大肉，哇塞，爽！嗯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就这种做法这么好吃啊？啊，全是肉和黄。这好像不太好吧，直接啃吧啊！哇，这黄的味道就特别香。哇，这太香了吧！哇，再来一个啊！哇，先把这个上面这个纸城给酥了啊！嗯，纸城在嘴里边爆浆的感觉。一整块，哇，好吃！它这个酱调的特别的香，就它保留了虾的鲜味，然后再加上水果的酸酸酸的味道，一调，哎我操，这个酱真的香！一级棒，这个给你尝尝。别家天天给员工发福利，你呢？这还不简单，你去玩这个游戏，这次福利还升级了，除了上线就送500，完成任务送苹果手机跟50 mini 限量赠送。那我马上就去下载。记得别下错了，得从左下角专属链接进去，然后点击立刻下载进入游戏。好嘞。哇，你好，这是你点的避风塘帝王蟹。哇塞，这个太爽了，这个，这看着就香。哇塞，避风塘做法的帝王蟹你们吃过吗？闻着就香，看这个大壳子啊，香。哇，我们先来一块腿肉啊，看蟹肉上面全都是那个蒜蓉和面包糠，哇哇香，快乐是什么？快乐就是当你，哇，这太香了，这个它这个蟹整个是应该是放在油锅里面炸过的，咬起来蟹肉的表面也是酥脆的，就非常的好吃，你们应该能理解吧，再加上这个面包糠，哇绝了，再来一个，哇，看，哇，我们直接，哇，哇塞，断了，断了，蘸点这个面包糠，哇，哇，此时此刻就很幸福与满足，哇，哇，这太爽了，这个，嗯，有肉吗？我这整个肉下来，看看，一整块都是蟹腿肉，哇，这个爽，这个爽。就大口吃蟹腿肉也太爽了吧，哇，大口吃的避风塘更香，但说实话属实有点干吧，哇哇哇的，看哇一整块蟹腿肉，哇的给它裹满面包糠，哇哦，这太爽了，这个说实话这个菜香到不娶媳妇也罢，哇我这种做法是真的太爽了，哎，我们来个大钳子，大钳子，哈哈，哇，全是那个面包糠，嗯，看这大肉丝子，哇，哇，哇塞！
把它肉给它抠出来。哇塞，看，然后再给它撒上避风塘。哇，嗯，这种避风塘做法的味道是真的香，就有一个就是有点干吧。哇，来你们尝尝这个味道，真的特别棒。哇，你好，欢迎吃菜。这大锅这是啥呀？这是我们家特色菜聚宝盘。哇，这么多菜，我操！哇，好香啊这个。哇，这个爽，这个爽。哇，这个闻着就好香，我的妈！尝一口汤试试。哇，特别粘稠。我的妈，刚刚这里面都有什么菜啊？海参，这玩意老补了啊。这是花椒，我这个要多煲点汤。这还有一个鲍鱼。特别的 Q 弹，很有嚼劲。哇，这还有大虾。哇，这汤好喝，这个汤真的是绝绝子的。哇，还有个什么爪子，这么大的爪子呢？这就，哇塞，这个爪子好吃。看，戳骨子，就根本不用你啃，特别烂乎，你知道啥意思吧？全是胶原蛋白，这个就一吸溜，直接就全下来了。幸福，太爽了！哎，你好，你帮我把这个盖子拿过来，帮我把这个一起给我打包了，原盆一起啊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个餐具是不好打包的。不好打包？为什么？哪有那个打包要带走餐具的呀？不是，我们讲道理啊，你这个菜是不是叫聚宝盆？是不是里面是宝，外面是盆？它们是不是一个整体？那既然是一个整体，我为什么不能一起带走？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好像是这么个道理。那您稍等一下，我帮您取一下盖子。哎，好。